枕头靠很高，然后背靠在那个墙壁边。啊，真的好累哦。嗯，哦，我先开那个大厅，还是我们就加过去他们大厅算了？不行啊，他们那边四个啊。可是我们不接他们任务就好了。不，一个集会所只能四个人。哦，是哦。对，这一代比较北蓝，不像世界啊。世界不是可以超多十六人啊？啊，好吧。Hello， 这密码秀出来应该也没差吧？不要你好友啊？对啊，我想要试一下那个。你不是要练剑电锯吗？精神。对啊，顺便试一下那个精神抖擞技能，因为我其实之前蛮爱用的。精神抖擞是什么？浑身那个耐力，对对对，耐力满的时候有加暴击哦。先把攻击塞满。哦，刚啊不是，吃太饱。哦，我是超强。哈哈。我说吃太饱。哦。对。哎，没事，因为我刚好在配装。哇，三个三级洞哎，好爽哦！但是我不知道放什么。三个三级洞。对，全部放幸运啊。我做不出来，霞龙的上品，三个三级耶，欸，这什么鬼东西啊？有这么棒的东西，现在才发现。怎样弄什么？你说？我说你有这么棒的护士，现在才发现。不是啦，不是啦，我是说身上剩下的洞啦。哦，白车啊，不是，哦，是一个护士有三个三级洞，我还不爽翻，爽翻啊，我还不直接不出门呢，停Uber了，三个三，哦，那我自己来用，我好像有三个魂神吧。哎，啊，我做一颗吗？欸，我知道想吃的寿司吗？我没吃寿司啊，我在家里吃面欸，可怜，悲催。自己在家煮面真的是最方便的食物了。啊，浑身，欸，可以，刚好，去试试看看。啊！而且我这个交换技也还没有拿到。两个一起。安安安安。哦，好，一个恍神，马上就忘记自己要干嘛了。还以为不会开，快差点不会开啊！在前几分钟收到猎龙通知，对，然后就看到，阿旺也有，现在问阿旺好不好？这样该可以了吧？有了有了。
反击重视变形斩啊，这招好像是听说不需要。没放耐充。我是装耐充。安，等一下啊，耐充，好，得了，你打不到我了。哎。连狼月打一整天，有啊，有看到啊。看到你们隔壁在打。哦，我今天终于把弓箭装配好。是哦。然后跟白痴一样不会玩。不是不会玩，是准心这么小。慢慢。有，不是准心那么小。然后魔物会动来动去，不好瞄。对啊，我在想说。我是看键盘。哎，你现在是？哦，你现在用键盘哦？没有，现在不是。哦。龙之剑是怎么用啊？龙之剑。重攻击、轻攻击一起按。没有啊，左右键吗？先瞄准右键，然后左右键一起按。不是吧？没有、欸。瞄准左右键一起来，不是吗？啊！不习惯。哦，侧键同时一起按哦。是。哎呦，很可以哦！太难了吧！还用到拇指的游戏？但虽然我枪火也会用了，我不习惯哦。为什么他第二下按不出来？要怎么换不同瓶子吗？你说像这样子哦。那里我世界玩过啦，不用担心。真的不行，回去玩牵手剑而已、啊。对啊，对啊，我牵手剑那么强。手指打结，对啊，现在弹钢琴哎，忘记忘那时候玩什么游戏被收为弹钢琴啊，那个啦，魔物猎，魔兽世界，我魔兽世界有一个专门弹钢琴的职业，专门弹钢琴的，就是你要在一个怪物上放 buff， 然后放 buff 也有它的一个规律在，哦，对，好麻烦的感觉，对啊，那只叫术师。不像，同样是法师系，你想一想，术士就是让敌 buff，
要三个、五个、六个 debuff 在敌人身上，然后还要那个用技能攻击。然后呢，魔兽世界有个亲儿子叫法师，你只要一直按一颗键就好了，一颗键就可以。最无脑。红安对。嗯，为什么他第一下不能？为什么？他不能蓄力吗？哦，白痴！我是白痴，不要理我。没克制好。啊啊！哦，他辅形态的话，基本上，啊，他变形解除就用不到了，应该是说状态就会消失了。攻在世界也是最强的啊，那可攻就驾驭不了。对啊，其实每个武器就是都还是要靠装备去撑啊。对啊。我要干嘛去？要干嘛？没有，我调一下那个翔虫跟。难怪他要去配那个，配回避，超速变。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本来想说我要来玩充能斧，然后看能不能走一个半回避的状态。啊，不是啊，不是回避啊，隔挡的。但电锯其实比较难走格挡，因为辅形态不能挡啊。没有啦，你每个武器都蛮吃技能的，只是攻的就要吃的珠子比较重吧，因为攻你还要走比较高阶，很多都绑定的啦。对啊，你还要强攻啊，或者是你要依照你剑士的类型去换，那些装备都很蛮低等，很不高防御。你如果像是一般武器的话，近战的话基本上就攻击嘛，然后再来就超回形之类的啊，就它比较万，就是一般装备的话是比较万用。我觉得它这样其实也算是某种平衡啊，因为毕竟，高输出的，说远程武器，它也不是远程武器。高输出你就相对的你就比较容易死。高伤害高风险。我刚刚干嘛去了？交换机。
剑状态按变式。啊，这招难怪不会用。伤害不。其实我之前，冲冷很想要练他那个 GP， 就是他会有一些招式后面会有防御的动作，那个真的好难。对，其实拿弱特比较好。按错了，亏了。走吧，走吧，去找一只龙来练吧。好，我就用刚刚学到这一招。操作上，欸，啊，等等，我要强化一下装备。这套好像完全没有强化过。出手。啊，那天去挖矿挖的不够啊。三天没挖，哎，没有，不止一个礼拜没挖了。我大概就挖个两次而已吧。嗯。啊，换个技能。首领的轰炎战，雷梭，我的护食是，哦，护食是拿高速变形，那好像其实还好。还有什么好看的？昌氏。在想要不要绑钢刃？奇遇，強さ
钢刃在哪里？啊对对对！またのお越しを。哎，钢刃炎魔是几级的珠子啊？一级。哎，几把？钢刃哎。对啊。等一下啊。钢刃是一级？啊，真的假的？我扛扛啊！啊，对不起，二。哦。那只好牺牲一个超彗星了。嗯。没动了啊！嗯，刚你去打烧鸟吧，啊！你的结石，我要烧鸟的嘴巴。喂，化防具，大上还是上位？上位，高大高。ご用件をどうぞ。受注可能なクエストはこちらです。哪个还没强化过？我都强化满。好了，我没有这么困了，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真的假的？啊，通讯错误啊！我接，这是哪一个任务啊？活动吗？不是，单位进阶的，对。哎呦呦呦！今天是解体术。出発です。啊，钢刃炎魔的话，我就要把武器弄到百斩了。攻击力强化还是彗星率强化？算了。哎，你怎么不见了？繁星网路断了吗？嗯？啊，会不会你直接出发？那我不在队伍里。我没有出发呢。嗯？我是看离开大厅。好，我去找你。怎么会这样？还好。怎么会这样？出事了，阿伯！出事啦！连线不要搞啊！出事了！
进入大厅。加失败，好，等我，很开心。我知道那个超会心，所以我没有用啊。离开死定，我又同步云端了。哦，立即退出。啊，是卡片呢、欸。你、yeah. 我就换成那个霞龙的外观。哦，外面听到小孩子尖叫声，觉得很恐怖。对啊，分贝超高的那一哦，上次，哎、欸、是去年哎、欸，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有回家，然后就我侄子是小二哦，然后找他同学来家里玩那个 VR 哦，有够吵，救命啊！他说叫啊什么有的没的哦，真的是叫的比电视还大声呢。把连接致死定，诶、欸，好我好，出事喽，没事，你再你慢慢来，我继续练，出事喽，不，我不想参加，谢谢。D4B 有两只新角色。我那时候看到我们侄子那样子，就觉得说：“天哪，我小时候有这么吵吗？”嗯，我有、哦，我确定我有了，怪不得被怪不得会被大人讨厌。不知道，我真的不记得我小时候有这么吵了。哇、wow.。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记忆是你也找来是怎样的啊，就是没有啊，记忆这种东西本来其实就很不可靠，它会美化的。对啊，无法加入你的哎、欸，搞不好是你的问题哎、欸。哦，是我的问题啊，那不然你开好加去你那边。好啊。我开了。哦，那应该是我的问题耶、欸，找不到大厅。注意哦。
换你喽，重开重定喽。啊！我无法结束游戏，看来是我的问题了。抓到了，抓到！对，我没办法结束游戏哦。啊，因为任务，取消。云端检查中。看来是我的问题呀。明天要去高雄的宠物展。想到就有点累，跑超远，云端发生错误，无法同步，跟我刚刚一样啊。Steam 现在真的好麻烦哦，到底在干嘛？这它云端之前都没这个问题，现在都一直有，这好容易遇到。完了，无法同步。嗯。哦，以为最新版本。没有，我指的不是魔物连线，它那个本身是有问题，没错。可是云端同步其实之前玩别的游戏也有遇过，就是重开的时候有讲。我刚刚在 server 买了一只那个苹果的冰棒，应该是。化学成分不知道突然加重，现在嘴巴那个苹果味道好难受，太化学了吧！正在搜寻大厅。有了，我进来了。好诶，刚开台喽。开台喽，四十五分钟了。能不能接呢？啊，睡啦！睡啦，不行啊，吃了没？啊，等，吃是吃的，水，我在想说有没有补。我烧鸟而已。对，就被烧鸟制裁。那个世界那个时候不是有烧鸟那个活动，他不是拿水晶吗？对啊。敲一下超痛，这还要读书耶，被敲到还要什么订阅什么鬼东西的，敲死，要请喝啊，请客啦，谁啊这么坏？
有没有凯玉啊？没有。冬天的是某个刀。叮。这么低哦！哎呦，撞个屁呀！啊，让我冲一下盾啊，小气耶！哦呦！走开啦，狗！你说我？这个，哎，漂亮！我一个完美的挥空，这打的范围其实蛮大的。知道，砍不过瘾啊！还在习惯重武器，没有砍的感觉。不是重，就是，因为它整个就很慢，就有一种木种没有打几下就死了。对啊，就是太刀总还没上红刃就死了，好嚣张啊！不是，是完全没接到。妈子安安。哦，是没有接到的部分，对，接不到。日常游戏还是我去玩太刀。啊，看错了，这是三鸟。我一开始想说啊，地图怎么有三只烧鸟？哦，这上面有一坨草哎。来了，我来了。啊，我在干嘛？哎。臭猫，过来，臭猫！没屁的，什么伐木工？打太多了。哎。那怎么直接冲盾？冲上电梯，好久哦！觉得有点偏麻烦呢，还是去玩超级就好
前置太久了。啊！刀鸟在笑我。哎呦！刀鸟在笑我。頂戴します。觉得电锯偏麻烦。嗯。只要锯大魔物比较好啊，而且啊，你有锯到吗？过程中你有锯到？有啊有啊有啊，嗯，只是他的前置其实很久哎、欸，他要冲，就是冲剑之后那个按住他才会切换成电锯的形态，而且他电锯形态我只要一变形或一收刀，他就要重新用。Hello, hello, hello. 太搞纲了。嗯嗯，还不如去玩超解，我就直接点个炮术或是什么，哦，两颗鸟笼。超解麻烦是前置中出一点，结果放。解放空灰，我觉得，嗯，电锯比较麻烦，电锯的前置比较多，而且输出时间太长。超解你至少中就是马上就有效果，啊，你没中就没差，就再来一轮就好了。哦。等一下哈，结石珠，有了。お供雇用窓口ようこそ。哇，这套可以先存下来了。哦，配了一套补血的。等一下，有爱才会拿出来，没有啊？游戏本来就这样啊，喜欢什么就用什么嘛，不强求。对啊，反正没人逼你。你看他自己，不是玩得很快乐吗？开心玩就好了。找啊，对哦，补血应该要配一个快吃，对不对？不用啊。你快吃队友没快吃，他还是慢慢补啊。对啊，但是就是你自己可以赶快吃完去做别的事情。哦，看你啊，我是觉得后面到我后面也很蛮喜欢快吃，可是那时候做取舍。哦，对了，对，因为我昨天没差，我刚好武器有三个洞，那个不放快吃，我也是放那个耐力夺取而已。哦。啊，快吃在哪里？
哦，快吃二级哦，太贵了吧？哦，二级哦。哎呀，哇，是二级猪呢，要不就吃快一点，凭什么要这么贵？好吧，那这套就这样。这套是攻击七，广域化五，防御技能三，攻击手是三，耐力夺取三，满足感三，不缺一。好，你跟我被怕啥？无，你被怕啥？我，我怕他，只怕他。嗯，啊，我们去打怨虎龙。好啊。我缺他的值域，我缺超多颗。幸运树哎，吴元，那我来玩他那个变身。怨虎龙，我看一下，没什么任务是还没解。哎，我太刀的招式还没拿哎。你手在我旁边喘气啊？你在干嘛？我？哎，我没有啊。那是谁？谁在我旁边喘气？我在箱子旁边呢、欸。真的假的？真的啊。但是我刚开始听到喘气的声音。还是随意？你在干嘛？以为坐在那边看不到是不是？坐在下面哦、喔。是啊，就刚才听到喘气声。什么鬼？我接任务可以接这么久？什么什么鬼？该不会又来了吧？哦，不要！真的是不要闹哎、欸！发生通信错误，看到你说多接几次是不是？哦不，那你接你接，我接，哎、欸、你接啊！我任务是随便接的，所以。反正只要我知道他的宝玉啊，我什么都没，哦，没关系。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よ。能吗？正在脸读书，对。通讯错，到底是怎样？什么鬼啊！啊，好了好了，いつでも行けますよ。是在搞事啊！搞事啊，某人！这里有好，
哦，这里有草。欸，其实它的草堆比想象中还多。哎，走一走，哦，这边还有一堆。你好了吗？好了。哦，你先去死吧。喂，不要了，不要诅咒我。我很近啊。按错。真的是要去死了呢，再摸个刀哈。哦，好紧张哦。紧张哦，用弓箭打。好紧张哦。没事的，我都已经要死了。不习惯。防御变形是这样哦、喔。哎呦，我想说我在中间不会被炸到，可恶啊！哎，注意我空大。哦，是我，猫你打我，猫，我以为是我哎，他想杀你。果然还是无脑超解就好了。嗯，嗯，啊，这个岛是什么意思？哎呦，这个 biu 的声音很清脆哦。哎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哎，掐到手了。上灵一个，我要打劫啦！哦，对吼。我怎么走这里啊？哇，我输了，他射的比我快。我走错了。我来了。哎呦，掉掌位了啦。哎、欸，不是，这，芥末一下，大哥小气哎、欸。
哎呦，好像说可以直接超解，是不是？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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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我在研究。我想杀你。哎呦！啊！好难用啊！别打我了！你打我，我要回到我的舒适圈了。我也是哦，不要逼我了。不要逼我，不要把我打回舒适圈了。外面要不着。哎，你还好吗？可以。他真的很想杀你。哎，行了，我也想杀他。我们刚刚好，我们互补啊。互补互补。老公不好意思。乱丢，漂亮！啊，没事。哎呦，漂亮猫！我听到叮叮声。哦呦！中了，中了，中了！我没有带那个人，不过。
辛苦了，辛苦了，剪尾巴、哦，对，好不习惯，可以多用。应该去玩太刀。是不是应该去玩个太刀，至少不会这么慢。你是多玩吗？可是因为玩的没有很开心，所以啊，犹、哦、豫了啦。啊，开心了吗？这犹豫蛮开心的，但武器没有很开心。就是这个爽快感，我不如回到我的舒适圈。二三四刚刚什么意思？那我问观众，这样子哦、喔，这样子啊？我也刷了很久才有玉啊，这是我第二颗紫玉吧？之前那颗拿去做别的。不好玩，直接说不好玩。要配个输出型的忍者刀，你还没有？我没有特别配啊，之前都是配那个防御的。欸，鬼火缠身你有用过了吗？没有，我之前没用过，只知道那时候跟干爹们在玩的时候。他说：“他生气，我会跟着一起生气。”什么意思？就他鬼火，他鬼火缠绕起来啊，然后也会跟着缠绕鬼火啊。就三级愤对吧、啊？魔物愤怒时引发鬼火异常。啊，可以到四阶哦。因为我有一个鬼火缠身二，然后加三级动的护士，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玩。紫玉是拿来做酱猪哦，而忍者刀还好啊。我干嘛去了？哎呀，会了会了会了，实战是另外一回。猫咪。鬼火缠身。哦，哦，他的手，还是我来配一个玩看看。嗯，鬼火缠身，而且降二。用不着那么下面啊，火霸。我看鬼火缠身的介绍。你点技能之后，它有一个技能资讯画面。好。你有找到？哦，有了有了，嗯，降四的话，武器的
锋利度会上多一点点蓝。我觉得忍者刀用降的话，除非配打人翼，不然不是那么需要。我现在就有蓝那个、啊，我就是玩蓝那个、啊、打人翼的刀啊。我平时在玩就是那个、啊、降二打人翼。我第一个也要二、哦哦。我看一下我现在配的装备。啊，说配达人翼，达人翼是不是只有这一套？你可以阎王龙的。对，我会咬。土沙龙头盔，土沙龙胸甲。然后怨虎龙的手，蛮恶龙的腰，金狮子的鞋子。哦，对，屠杀。屠杀？你说屠杀？哦，来来来。眼药水滴一滴睡着，不对吧？你叫他要闭着眼睛三十秒嘞，这样就睡着了吗？我那天跟你打完枪，枪火。我那天跟你打完枪火之后，我说，哎、欸，不行哎，现在两点多，快两点了哎，对不对？然后一躺下去直接睡死。爽啊！不是、欸，可是其实降好像没什么用。我现在是降四，鬼火缠身四不屈一，然后一堆洞，对洞，嗯，结石珠，一律推结石珠，是可以塞超心的、啊。然后我看一下，达人翼的话是，达人翼珠子可以做吗？可以，可以啊。蓝红三颗，阎王龙的龙鳞，好吧，缺蛮多，然后缺血鬼胆。啊，那先打血鬼胆好了。血鬼胆的话要破坏他的背哈？没有，我不缺啦。你也缺？我那天打要半死，打超久。你可以想象血鬼胆就是龙鱼。哦，那不好打，而且它是破坏它的背部，破坏它的背部，还有8%，其他都是3%4%。那是不是要拿个弓了？那时候好像是用特甲跟、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干爹陪我打的别的手段，因为其实忍刀。有这样没有达人翼的话，会有点亏，对不对？啊，我可以用钢刃研磨啦。可以啊。嗯。可是你要研磨珠哎、欸。那就不用。有啊，我有啊，我有。哦。你好像怎样？我去挂个外套。呵。我有。太多了、啊，我有四个三级洞啊。超新！现在要逼自己挖外套，不能挂在椅子上。为什么？我会越挂越多，跟一个人坐在电脑桌一样。一、二、三、四，四个三级洞，这没什么好阻止。斩体散射贯通，哦，可以。
哇，超贵耶，塞三个手饰珠耶。啊，那个铁人飞跃铁人好像他这只是三级珠耶，我不知道为什么。飞跃铁人，你说强跳吗？强跳，对，强跳会不会被吼下来啊？不会被吼下来的话，那好像蛮强的。对啊，想说就要玩专门玩飞影啊。下一个夺旗，好吧，我们去打暴鳞龙。暴鳞吗？欸、暴鳞，因为我插他的，对啊，好啊。如果是要做强跳的话，暴鳞龙之暴鳞龙之翼插一个，嗯，翅膀。好，刚好。哦，打暴鳞的装备，用盘，嗯，暴鳞龙。哎、欸，暴鳞龙跟怨虎哎、欸，嗯，我这高难度的要打这个吗？想太多了哦，怨虎也是一下一个人了、哦，来来来来来，看谁先死嘛，先出来后出来的问题而已啊。高难度，你想一下高难度是什么吧？血量伤害都加倍啊！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接不了哎、欸，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不给我接，是说高难度任务那个跳错误，嗯，灾祸缠身，哎呦，你接了是不是？对，不是啊，偶尔坐实一下嘛。走啊走啊走啊，那我干，没、欸、没事没事没事。你说报仇金高先生？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想说啊，我猫饭都吃了，想一下，哎、欸，猫饭是一样的东西。好了，走喽。等一下，他接不起来，通讯错误啊，搞事啊！你死定重开吧，再重开一次吧。哦，重开又要五分钟了呢。到底是什么垃圾？垃圾游戏？不对，太烦人了吧！回标题会有用吗？试试看啊！那时候都是说重开死定才有用啊！真的好废哦！最后一次尝试，嗯，啊，没有失败。崛起的暴鳞七星虫没有出现，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说崛起的暴鳞怎样？他问我说我没有打过崛起的暴鳞吗？对，七星我他说我有啊，有一个单纯七星的啊。嗯，除了高难度跟侠龙，我其他都是单挑过的啊。啊，又是同步，这很智障哎、欸！那我走去第一台了。啊，云端无法同步。这很烂耶，我要去看一下 Google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顺便看一下雅思有没有办法解决。他打一场魔就要重开一次游戏。救命！好惨。
在看某人在刷岛民。欸、可是其实，因为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玩，搞不好我要不要关闭它的云端同步功能啊？反正基本上好像还好。将龙石行的 Rise 主存于 Steam 云端中，我把它关掉看看。啊！我把它关掉，然后打开还要正在同步云端，是给我开玩笑是不是？哦，我刚刚关起来。请问我刚刚关的是什么？是不是在闹？七星有个独立捕获暴鳞，刚刚看不没有。八二啊，没有就算了。これが私のありったけ。我把电源端先关掉。Hello， 爸。我爸，是零，卡一下，说没电了。哦，没有，对不起，我页面根本不在，魔物。正在搜寻大厅，搜太久了吧？这样，我现在是没有开云端，也不给我连线了，是不是？对啊，不然你像现在有一半时间都在搞连线中啊，你破坏游戏体验。参加大厅失败，你在跟我开玩笑？那我重开啊。我陪你。我啊，干，我离开这里。不是，我还在搜寻大厅呢。还是等一下。哎、欸，等等，我好像我是不是？我听到啵一声。已进入大厅。啊，你进入大厅了，你进了就不要在那边 loading 了、啊。失败，好结束游戏。那你先开，好，重开电脑就没事了。重开电脑吗？你要不要想一下？说雅思重开电脑就没事。对，是有人连线跟 GTA 5一样可怕。哎、啊欸，不是、欸，我现在是建立大厅失败、欸，建立大厅失败。你的问题，所以现在是怎样？没有同步云端不可以开房，是不是？哎呦，失败耶！干什么垃圾游戏？是怕你洗东西啊？那这样他应该就要把关闭云端同步这件事情关掉啊。嗯，等一下我处理一下麦克风。好的，上面的东西。哦，不是是。因为艾如昨天把那个我麦克风上面的那个棉球整个摇下来玩，所以现在整颗都是猫毛，我看着我要受不了了，我要疯掉了，八分，我要疯掉了，我该拿那个胶带来把它粘一粘，挺美妙的声音，然后那个。麦克上面那个海绵是黑色的，然后艾露的毛是，毕业了吗？毕业喽。咖啡色，在黑色上面超明显。
哦，对，今天晚上十一点《间谍加加九》开始播了。哦，对啊，好，可能明天之后才会一次看完，慢慢看吧。好的，不一定啊，可能明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一点，看一点。嗯，也对啊，云端也卡 啊，我刚直接把云端同步关掉，然后他就直接不给我进大厅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杰克在问，杰克也是啊、哦。嗯，搞不好吧，他们今天应该也是一直遇到。我看一下关云端会不会就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现在就是大厅的问题啊。正在建立大厅。哎、欸，等一下，反正你现在是也重开还是你在重开在大厅？我重开好了。我加过去，你们看看。哦，要开机会锁。我刚已经。找不到，我还没开集会所啦。哦，我刚建立大厅失败哎、欸。好贱，看还是我们突然枪火。我贱，哦可以啊，最后一次好不好？欸、可是三十分钟哎、欸。十点不是没有啊？如果说他们那边也是这个状况，那一样也没办法玩啊。哦，对啊。哎、欸，不行嘞、欸，我连不过去，之后找不到大厅，看好喽。他，可是这样也很奇怪、欸，他没有开云端同步就不给玩了、喔啊。我觉得好像蛮有可能的、欸，你说他防止大家去刷东西的话，对啊。可是就好智障，什么智障设计、啊。我要直接重开，我去偷看一下他们的台。啊！枪火那边也听不到，什么烂死定程啊！所以你现在是还开着吗？开着啊。我用连线过去看看。啊，对耶，他们那边是杰克连不过去。救命！什么白痴设计？正在搜寻，哎、欸，对耶，哎、欸，他有开云端同步之后就可以再搜了，哎，我刚刚没有开云端同步，我搜你的，他是直接跳，他没有连读取都没有读取，他直接跳找不到大厅。哦、嗯，一炮可以打一千六，太白痴了，等一下，我。我觉得很过分，但是我刚看到有人分享一个，就是人家 cosplay 那个，这应该是格斗天王的场景吧？他后面 cosplay 的人长得也太像云月了吧？我看，你听啊，要听啊，听得柔。我要贴梗图啊，我贴梗图啊。好，好像哦，怎么这么像啊？梗图。
我连页面也贴上好了，这样好。对对对，我重贴，我重贴。为什么啦？哎、欸，很像哎、欸，参加失败啊，真的很像，啊、对不对？好好打枪火，打枪火。我是不是去影院那边刚冷丢啊？我说我跟你去抢火，因为我点不到。哇，当然很浪费。玩游戏喽。谁呀？我叫做你最可爱的学妹。我啊，这样枪火重生，画面删掉。我要把那个贴在我的 DC 群。嗯，你说音乐啊？对。那我要贴在我 DC 去。还有拖的，看一下。General 枪火。游戏结局。哎、欸。对，他们是要提早，他说十点来枪火，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是卡在一个一半的状态吗？什么意思？你说他们两个等一下要枪火，他们好像等一下，对，好像也要来枪火。那我们先去试水温，可以。我们先去测试连线，看会不会断。对，不是啊，啊、哦，救命啊！怎么啦？因为魔物猎人的云端同步卡住，导致我现在别的游戏也打不起来，开不起来。哦，我干，我知道，就像卡更新那样子。因为他对对对，他卡在那个云端那边。啊，那个Steam重开没用了吗？他现在没有，他现在也不给重开，因为他云端没办法同步。你关掉的时候，它就会卡在那个云端同步那边。哇，重开机了，这是最悲惨的。还是我可以先备份，我先自己备份魔物猎人的存档的。哦。我有点想直接用工作管理员强制重开耶，反正他好像管啊，其实也没差。对啊，因为电脑的存档应该不可能会遗失吧？好烂，真低烂。啊，对耶，为什么？我的这个，我的皮是接着 Steam 的。哦、oh. ，我刚想说，
我刚想说我的皮怎么荡掉，它不会动。太酷了吧！啊，这个可以开啊，这个没有云端同步。云端过期是啥回？指定在搞啊！今天就是死定在搞，阿米迪人有 30% 几率回收一半的弹击。我想说奇怪，我怎么开枪完全不扣弹击？好棒，好东西。好东西，好了，我好的，好。我们两个先随便玩的话，要不哎。每日是不是单人啊？对，哦、對吗？那挑战吗？对 对，他每日是单人、嗯。他是单人的。他们两个打轮回好像会很亏，对不对？因为他们金魄还没满。嗯吧，什么意思？不过只有我们两个的话，我们俩可以先跑一下。反正你的金魄现在应该还是多到满出来吧？6000吧。哎、欸，六千还好啊。我之前好像是8000，还是快破万，只是后来就是乱玩。每一个字。我看，我想说已经有人进来了，哎，洗练。所以你觉得那个洗练还好，对不对？洗练我是觉得不知道哎、欸，那可能没钱吧，因为他把全部属性洗掉哎、欸啊。对啊，对啊，连啊对了，我觉得没钱是一个那个，连橘色的会被洗成蓝色啊。哦，那就没有办法。每3秒获得一次次要技能使用次数，好像不错，可以狂变。看，对耶，轮回，轮回很痛耶，只是。三，哦，好痛哦！我一枪盾就没了。然后我不想再开另外一个直播算了，反正其实前面魔物也没有干嘛到啊。对啊，而且也不会去捡精华吧？这次刚才没事，我可以捡啊。
当全程就是那只怨魂，怨魂龙很想打你，很想杀你，没了。我们刚刚也没翻车啊，没事。对啊。我花三秒就可以丢一次，其实蛮好的。我就是电弧流了。每隔四秒。啊？哦。哇，这次的技能都好烂啊！其实他有些枪换弹子弹变好快哦。他有些有改吧，啊，狂杀变成不是点发的，应该说他按可以按住，按住就好了。哈哈，来，今天的主题其实枪火啊，前面是闲聊。感觉不错啊！哈，你没玩过，买来玩啊，蛮好玩的。做枪火吗？对啊。我觉得枪火的话，如果你喜欢就是 Rough Light 的游戏类型，然后你对就是超能力类型的枪战蛮有兴趣的话，这款就蛮推的。你喜欢斗阵特工的话，对。或者是你是受控的话，这款也不错。哦，是。没有狙击枪哎，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这把玉？这把是玉追龙，有那个未命中时返回弹夹。哇，你可以洗那个技能，开枪开着走。怎么都是两个的？太过分了吧？两个还好吧？两个很麻烦，不能交替。你敢挑战哦？好吧，跟你走。嗯，这个还好，这关还好吧？你又知道？哦，是对方是轮回哦。你还好，我过来了。死了啊！死了啊！没有啦，你没有死的。动刑法师每拥有五发生命伤痕技能转化，干嘛？你要三重轮回吗？你认真吗？减半，它密卷坏掉，它效果应该就会消失，减半的效果会消失吧？我试一下，密卷消失，它不能丢，对啊，你就等死吧，就减半的效果会消失吧？会吗？会啊，会消失啊，就回到正常的血量了。那就没差了。嗯。哎呦。我好像我才是拿到三重轮回。对啊，你是不是三重轮回？好酷啊！耳朵碰到。哎。下去了。那些运狐龙想杀你，哦，好开心哦！我可以这样狂啊！轮回那些运狐龙想杀你，运狐龙哪里？拿枪的运狐龙，拿枪哦，不会，可是很难得运狐龙，我会觉得他拿枪也不会比较强，他自己就有大炮了，他哪需要枪啊？子弹会转弯。我们现在玩的是轮回啊，那个敌人打都超痛的。对啊，不然难度增加。噩梦，
噩梦也没这么痛啊。剑人合一，水哦、喔，哎、欸，有没有个狙击枪？哦，下面这是好箱子吗？好，还不错哎。说按表情怎么按去？你说这个、喔？对啊 ，V 呀、啊，哦 V V 哦。啊！这只蟑螂要咬死人啦！你要被蟑螂咬死？快一点！你玩过暗黑破坏神吗？没错，这是苦痛模式，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哎呦，是这关哦！啊，直接打掉是不是？没有，来不，我想说你再打了，帮忙打，哪知道你都没有打到，直接打一打了。我是因为我丢技能，丢技能不会触发。啊！好痛哦！哦，只有一次哦。一次什么？这连接的伤害只有一下哦。电池啊！啊！那我把他们烧一烧了。嗯。啊！哦，对，我可以自己上魅惑哦。要死了！我一直都是要死。哎、欸，我三重轮回结束了。对，血量回来了吧？对，血量回来了。对啊。对，我的火势立场已经持续了快五分钟了。哇你不说你还有拿异能之躯有没有呵呵呵只有一滴血是不是我剩两滴血不行阿旺不行你复活干嘛你复活干嘛有差，又没差，有差没差啦，灵魂呢、欸？他们还没来了，又没差，我还5990哎，难卡住，好不好？越后面点数要更高啊，啊，只能复活一次啊，哇，就跟集中枪一样嘛，集中枪现在可以当柴火猎人了。这是。第三阶的轮回，他轮回是几阶啊？八阶是不是？不知道，我那时候连第一阶都没打完过，差点过。你的第一阶没有过吗？没有啊。那应该你当房主，你去开第一阶，我是三阶的。使用次要技能会使主要技能哦。
Nice。交叉火力。我需要一把给力的狙击枪。哎呦！好大！其实我很喜欢他人物丢技能那个短短小小的手，很可爱。噬心者，啊！哎、欸，我这样也救得到隔墙啊。嗯。啊！你怎么？我怎么？我火势力长哎、欸。你好像火很久哎、欸。哎呦！啊！我哇，有青蛙商人在隔壁耶、欸！撑住，撑住。撑不住了，撑不住了！这两只近战敌也太残忍了吧！哦哦，终于！哦。不管拿萤火，嗯哼，哦，我秀秀秀谁他？我想说，会提醒我、哦，这个好像比较好。哦哦，这把要蓄力的，哭啊！早知道拿你刚刚那个，猜了。哦哦，好痛多了。有练弹丸，算我拿。火啊！啊，可以先蓄力哦。嗯，新的关卡。开店。
一万六哎！嗨！不要啦，太近了，你们。不开镜这个武器也太难用了吧！我撞到盾牌了。枪孔要更新，应该不会很久吧？你们都隔壁都在多难吗？都杰克出问题了。就是，可是你们驱网不是没事，我们三个没事。然后真的打王，进的云端到底在搞什么？搞啊！我来啦，风我来啦！我在你旁边。啊，你走上面，我在底下。你要被狙了！你在追我，我要疯掉了！我是已经蛮久没有玩 TD 了，热潮退了。TD， 对啊，哦对，一阵子了。嗯，你们就想 TD 吗？没有，我现在看哪一些城市可以删掉。哦，硬碟要满了吗？也没有到满了，就是。定期清的。哦。哇，这两只盾兵都打了两百年呢。他守护哎，那我打另外一招了。真的。好他没有再更新新的东西了。枪火吗？说枪火，有啊，一直有在做一些小更新，跟那个，他主要是在更新后面轮回的东西啊。哦哦，可是轮回就，你们天赋还没点满的话，打轮回会比较亏一点。因为他后面的是，有一些强化的道具、强化商店跟有些额外的东西是要花那个金魄去、去买的。好，啊，就是前面的话还是会建议是角色的技能先满比较重要。所以你们开好了吗？我开好了。开好了。好，我们就去试一试。好，去试一试。那看来我赢定了。哎、欸，我要去把你救起来。救起来。然后我先死。哎、欸，我赢了。哎、欸，不要救我。不行。你起来。赢了啦，赢了，赢了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欸。你爬个屁啊！我可以放弃治疗啊！哦，突然看想到，哎、欸，可以放弃哦。对，你不讲我都忘了还有放弃。好，那我们加过去，也加不过去。嗯，总排的连线，可是你们现在两个连，应该无关。对啊。啊，要你们是不是？我是直接点右键。正在连接主机房间。有了。
有。我们就打噩梦还是困难就好，都行。好像狙击猫猫。哦。哎、欸，他噩梦的精魄比较多吗？会。越难、啊、比较多应该有吧。越难越多啊。还是啊，算了，狗狗好了。我耍废，我忘记这招怎么配了。这招打算拿什么东西啊？散弹，哪一只啊？散弹或是步枪，攻速快的，反正射速快或是打点多的也可以。这个兔子它技能是要拿人剑跟什么？剑猿固体跟人剑合一。啊，狗就是越战越勇就好了。嗯，哎、欸，你们的精魄大概是多少？我想说。我现在零。啊、哦，好，那精魄。嗯。我一百等现在零。那没有零就不要打，因为想说如果说轮回一的话，至少前面你们就拿中间的那个零又死的东西就好了，啊零就算了。我只有七十九。没关系，要可以打、啊，没关系啦，真的啦，没关系啦。照打、啊、没差。不行啊，你什么都不能买。看到好东西不能买，很难过哎、欸。东西不能买，没关系啦，有啦，真的啦，没关系啦，有啦，金库吗？有啊有，但是它就是会多一些要花金库的。嗯，没事，没差、啊，就是你们证据里面有花有赚，然后我们单纯赚，那这样我们也是赚啊。对啊，好像也是，那我开轮回一就好了。就等他记住呗。我看，哎，轮回应该要让繁星开耶、欸，没差，就没差，我剪那个无所谓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啦，好，没关系的，大河嘛，前面没差。杰瑞没差，前面没差，杰瑞没差是什麼？我要杰瑞怎么了？刀刀，等一下，我在看镜，不是下一个，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还有三十秒啊！我出铁匠传人呢，好了，传人，传，我完全。穿啊、哎好，等下按键卡，需要习惯一下。还是哦，轮回拿刀，可以啊，一而已啦。没错的哦，可以吧？反正有人可以救人、啊，大不了救人而已嘛。对啊，对啊，大不了商店把你买出来就好了。哦，藏宝室。好痛。哎呦呀。藏宝室在哪里？在墙上。为什么游戏没有音乐？为什么会没音乐？好啊，我有哎、欸，我有啊，我就是就还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战斗音乐，就是一般的。这样是什么、啊？火焰之环，技能伤害增加120，每十秒向周围释放一次火焰脉冲，必定造成燃烧伤害哦。啊！反正还在拿剑呢。嗯。啊！
啊，你怎么就倒了？我不知道，好痛啊！啊，你怎么就这样倒了？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哦、那个墙烧得很痛。有很多人拿毒律令，是不是？没有，没有。我越战越勇，碎的。哦。飞剑伤害好像燃烧。飞剑有释放器造成双倍伤害。剑有。嗯，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啊，这个啦。我儿子只有初始枪哎、欸，初始没事、啊，等一下到上面再说。哎、欸，奇货商商人，那个就是要用金货买的。哦，啊，等一下要买你比较贵哦。没事啦，我又没有跟他买。哦，有那个哎、欸。哦，好像是。基础伤害加37。哦。射程。没钱。我进那个宝藏室哦。好，走。走啊。哦，小虫，小虫！啊！哎、你怎么倒了？小虫，小虫，小虫，小虫！我有拿那个铁匠的传人，所以就是你们到时候那个洗双子，我可以帮你们洗，我洗不用钱。哦，高级会员，逆水行舟哎，哇，新东西耶！是哦，啊，对，高级会员是新的。好、啊，高级会员不是上次就有了吗？对啊，是吗？吗？高级会员就是买东西不是有影响？那叫什么？忘记了。打折还是不用钱？这个会有打折的啊。没有，是返还30%给你。哦、啊，对啊，哦。就折扣、啊。上一次玩的时候就有、啊。之前我们就是这边到处互丢，互丢说我们买完换你们换你们这样子丢出来给你们了。对啊。欸、你不是铁毛攻击吗？有啦，以前就有了。哦、那个有一阵子了啦。应该是说至少我开始玩就有了。不是，对，不是最初版的东西啊。对。哦，从来没拿过这样。妹子战了。靠杯，就站在火那边点到响指。开烧钱，卷轴啊，给我一张卷轴。什么卷轴？改良弹夹。哦，卷轴是不是弹夹下次吗？然后那个啊，我们现在打轮回，它有机遇出强化版本的卷轴，然后有的会有特殊效果。哦。我剩四滴血哦，我剩两滴血，大家好像都很极限呢。这是什么？标记的话会是标记敌人会召唤同等的剑心，这个剑心是几倍？每秒回复5%被弹，充实时间。哦。嗯，比较人物没有实际的动作，这个好了。总觉得我视角比你们头还高。
对，你看，就是人物好像会都比较低。对，照他模组的视角的话，我们应该是看着头顶的。对，看到宝藏室，旁边有商人。购物吧，有毒有毒，来了来了来了，上面上面来了，我打他我不痛，哎呦，还有还有。哎呦，还有还有，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哦，好痛！哎呦呀，倒了，他自己倒了，他自己倒在哪？就好就好，就插在我脸上。嗯。哎呀，有呀有。哎呀。这位置好危险哦，还是下去好了。哎呦，烧一个包子睡啦。纷飞。应该没有要用灵翅魔术弹夹哦，绝异常弓箭什么不好用，哈，使出时受到的伤害会降低，命中时额外增加剑的伤害，更好了。他们大河马、啊，嗯，阿基，哎、欸，啊，你在里面 是？没有了，不是不是，他说有枪、那個，有枪有枪，要给你的。有蜥，大家想要大河马、啊，嗯，水源枪法，这场不是玩爆破哎、欸，有人要血肉之躯吗？会造成是是，算我觉得血肉之躯在轮回没有很好用，阿基你要吗？嗯，血肉之躯就是没有护盾，血会被一直回的那个吗？好，我那个对啊，加二，你丢哪里啊？就在这这，哎、欸、哦，随缘枪法是买的。走喽，来了 ，Go！ 哦，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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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哇，是这只啊！干嘛干嘛干嘛，哎，顶一下，小兵炸死啊，来了来了来了，我应该要点那个救人的，小毒小仙，小毒小仙，你买你买你买！啊、哦，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带河大河马睡啦，那就不要那个那个了，吸人，你把他丢了，就这里，开箱，哎呀，狂热，我、哦、忘记有东西都可以卖掉，都没卖。先生夺人，换弹时受到伤害减少，移动速度增加。先生夺人，铁矛攻击，步步惊雷。对，燃烧异常的敌人。每次射中命中敌人时会消耗两枚铜币。我这个大河马是要去，哇哦，我的钱，嗯，钱去去去去空了。哇哦，子弹很贵呢。
先声夺人，你们有人是打一发一发这样子吗？没有。我。那我拿，你要吗？好啊，好啊。这三个在里面是不是？嗯。哎、欸，哦，你进去了是？哎、欸，我回来回来。谁谁？我有自身免疫伤害。嗯。好一，好一，好一，准备好了。哈基射不是子弹，是钱，是钱袋。金钱攻击，那口袋够深才有办法。嗯，真的。可是我不是一万，没有吧？哦，你的意思是，哦哦、一万都在攻击人。你们看到我千疮百孔了吗？千疮百孔，前面有那个哦，旁边有宝藏室哦。对，好。哇，这攻击不错。哦。啊，盾牌很硬。哦哟，那就请他吃芭乐好了。偷逛一下商店。啊！看一下武器等级加一，获得随机。没事。啊，这个好像不太好。哦。刷新铭刻哦，前面都还是还好啊，前面不太需要去弄它、啊。对，没什么差。击败敌人后，立即恢复后盾。铁匠在隔壁哦，好吧。那就先进那个宝藏库。二。哦，这是谁临近啊？丢出来。那个，刚刚另外那个特殊商店买的。嗨，伊万安娜，你好。出现了。哦，找我吗？没有啦。啊，他去找你啊？对，他去找。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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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哎呦！爆炸！爆炸！爆炸！还炸！还炸！弹药不足。哎呦哎呦，痛痛痛！哎呦哎呦，我被劈到了，好痛好痛好痛！回个盾，回个盾。他好硬，他好硬。拿到什么？不要换子弹了，我的子弹从来没有换过嘞。高级弹库啊！哦哦，我不知道，我再看一下有没有。高级弹库是武器伤害减少20%，但是就不用换子弹了，再也不用。那你应该拿先声夺人啊，对啊。他就是他直接用五倍弹的那个。哦，那就没办法。可是你的词缀上面有逆水行舟。哦。可是他补在弹甲的，不是补在背弹哦。嗯。哦，靠背，不、欸、是，那我吃在脸上的。还是你有个集中回子弹的啊？为什么？对啊，逆水行舟啊。好好好好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好痛好痛好痛！心痛虎炮，雷霆。虎炮、欸。开三个腐蚀的虎炮也、欸、不错，每次有100金币，增加3%伤害，最高30%。互动回复时间最终、哦。巨人杀。失去后随机获得一个危机。开。啊，只给我一个、喔，一到三我只抽到一哦、喔。哦，我拿到了一个铁矛攻击商店的第一个东西，不用钱。
那个还不错了。是不能丢啊，该卷轴无法丢弃。对。嗯，好吧。大河。对啊，现在几十。每秒十个回复15%弹夹到弹药到弹夹内哦弹夹哦，但你四秒内没有击中，你就会开始扣子弹。哎，还是你是拿到强化的？他好像没有强化，就是会扣的逆水行舟哦，因为他强，我记得他强化的，没有，他是要一段时间没有击中之后开始一点一点扣。嗯，对啊，可是我现在哎呦。现在才来，中间这段时间超久了都没扣。哦，那不错啊。对，不知道为什么，但不错。哇，那上面那个狙击太过分了。那个要狙击先打掉，那个马贼太强了。我打掉了，都打掉了。来了，我来了。法西也被打掉了。子弹，我快没有绿色子弹了，我的天！你53倍弹，你两个都是绿色的、哦。我另外一把是吗？哎，不对，另外一把是弓箭。我另外一把是弓箭。缓一下，双持期间每次0.5秒，3%，哦，怎么回事啊？等一下我已经出现时刻了。我已经出现双子的词了，是怎么回事？哇！子弹，哎、欸，啊啊！又要拆了！啊，谁把它拆了、啊？我只是在试东西。哎、啊欸，你们要不要加一条词缀？什么东西？你们要不要来加词缀？把你们的東西哦，你是说这个东西哦？啊、那我哎，不要拆，这边是我的枪哦，这边是我的武器哦，不要拆这边的。我帮你拆，先不拆，拆不了、啊。来，谁的大河马？我的。哦，这是谁的啊？怎么了？哦，摘穿透呀！哦，击败5个敌人以后暴击。哎、欸、啊！你刚捡的这个大河马，我已经时刻过了。这把还没吧？五化青铜五化，对啊，奇怪了。武器伤害额外增加一个弹道28千。哦，我子弹无限了。为什么？好，那个天赋的弹药专家，每十秒回复18，每秒回复18倍弹。哦，不是有破坏一个东西，啊、然后你时间内不会好吗？不是狗的天赋，嗯，所以它等于是溺水，对，溺水行舟的负面效果直接不见，然后打套的话就是回两倍。哦，对耶，有角色技能，好爽啊！好了，不要再爽了，走了。啊，那大老师啊，好，够了，够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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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咦，哦，还不用强化武器，这里，哦，手术刀，换弹之下是伤害提升，火焰弹。禁止时所造成的伤害的好。哎、啊、哎，他就是给你坚韧之躯哦。其他呢？哎，击中一个敌，哦，这好像不错哎。这一把，哇，铁匠船真的好爽。我是绿林已经加久了。哇哇哇！这一把。有办法帮我强化一下吗？
强化，就是可名可可。认错人了啦！啊，长一样谁知道啊？谁看出来啊？幸运即将二十趴。对，好，画好了。好，我换一个好了。按长按自己回收。这把枪是有人的吗？回收，回收，没有。走吧。好了。OK， 按 ESC 跳过喽。哦，金丝哦，哎，还蛮像的，金丝炫舞吧，金狮子吧。等下，我想挖鼻孔，不要。我捏着他屁股在电。你还跑啊？你跑这么远，我还电得到。哦，彩虹的话，现在标记他伤害会比较高。有，我标记他。哦，痛！对！哎呦呀！我是标记他屁股上。哇！啊，白痴！白痴！首领怨虎龙，哎，不吧，首领金狮子，哎。哎呦！好气了。还有他在干嘛？喷嘴炮。在干嘛？他要杀你啊！哦，不要啦不要啦，我只是标记在你头上而已嘛。他是每次都要重新标记一次的。他一段时间而已。他不是永久标记。我觉得这把这样子玩起来很舒服。对啊，很轻松啊。等一下。哦，不是大河马，他的枪一直往上飘，我要一直往下压枪，一直压，而且不停的，还有后坐力。对，你应该找，应该找一个手套，然后你手套用主武器啊，副手用那个F， 应该说你，对，副手会有这种后坐力，我知道。对。虽然他刚刚连跳我三四下是什么意思？他想杀你，回避的。回避到没有东西可以回避了。哦，火焰之环 ，nice。厄运，等下厄运什么？每次拾取铜币或弹药时，生命回复一点。好东西。这样我会一直回吗？哦，它叫拾取，不是回复弹药。最大生命减75%，伤害加75%。哦。我是不是该玩个护盾流了？能当玻璃大炮了，秒回复15%被弹，哇，这个升到最顶了。可是我现在就不会回了，已经 OK 了。算了，这个不要点了。极光之谷，哎呀，我们有大概1、2、3、4、5、6，就7个那个黄色子弹，可是我现在是每秒会扣一下就补回来，扣又补起来，然后这掉落就一直吸着我，粘着我，一直粘着我，一直粘着我。哎，拉一下的。对。喝水。嗯。哦，哇。就是没有回复移动速度，持续180秒。哦，你要把武器共享最高的武器等级。好尴尬，欸，没有好。起始回升一次，额外获得一些复活机会。哎，有稳赚不赔，获得金货或消耗金货。算了，我不买这个了。还好。我把刚第一关赚的东西全部花掉了。我决定我要留着那个点数之后，先把技能升一升。升角色。我决定我要这样，我算完了。
欸，可是你的狗应该是生满的吧？天赋本身没生满，但狗的生满了。那应该没、狗的有生满就 OK 了。对啊，其他角色没事没差。对，共用的那些全体的还没生满。全体的话，大概就只有那个要先而已。有青蛙，金魄相关的。哦，哦，有青蛙。我要去看他们强化卷走了。你们加油！打完了，现在大河马就缺一差一个，可以子弹追踪就好了。子弹追踪也太强了吧！如果有的话。增加一条哦哦哦哦好哦，哈基要不要这个？啊，不是这个，这个不要。等一下哦，要看他名字下面那个、加额外三十趴哦，他名字底下会多一个东西，加34%。好仗势进去喽，单传东西我换着跑了。哦。微弹道哎、好哇！繁星倒了，来了、你倒在哪里？繁星，對對對，我被哈基踩了两下，哎、不，阿旺踩了两下。不是啊，我进来，我以为你在后面进去放，我没想到你在后面。不是，他安全气囊没启动哎、他还没启动就倒了、不是不是不是，这瞬间就啪啦。都不知道，还是他出 bug。哎，哎，快点啦！上面有狙击手，上面有狙击手。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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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光了死光了，好爽哦！啊。太开心了吧、才第二关你就这么开心了。废弹之光每次发射消耗有废弹有20%的消耗。哦，这个可以返回哦，这个好像不错。生命高于。哇、哇，这个什么。每次消耗一个废弹。火焰狂热。哦，暴击石有毒球欸。暴击石。哦。啊。毒球的哦。我先拿好了。等一下，这样子我玩暴击流，然后他暴击又返回备弹，我是不是子弹也会变无限？被不他是我现在暴击你会多消耗一颗子弹，但你发动就是暴击的时候，他会返回一颗，所以他等于是没有增加。哦，那他就不消耗了吧？我记得他是有另外的增伤吧？他没有增伤啊，他没有增伤啊，增加暴击几率25%的这个而已。对啊，对啊，对啊，就加暴击。但你没暴击的话，就等于是多耗一颗子弹。我现在几乎每下都是暴击啊。哦，那就好啦。我的备弹是在那边，87878787878787。他是想要骂我，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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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骂我，我是被骂了。后面有一只，哪里漏了一只狗？哦，传进来了。我刚把两只兔子看成敌人。你是不是很想杀我？没有啦。好痛，什么东西一直烧到我。
啊，不是啊，我自己有火。哦，不是胖子烧你，自烧。哎呀，呀，快没子弹了，快没子弹了，这里有箱子。啊，最后一个紫金血啊，没有，没有用。哎、欸，行，子弹好少。箱子，金爵，别再给我弹药端家了，我就不缺子弹哦。你跳两次，两、嗯、次我都不选，养结构了。我去强化商量一下。标记了。被人伤害增加，且发出尖叫时自动被动飞向被标记的敌人。这好，他六伤了。哎、欸，是火，没有火加电是魅惑，对不对？有人要洗池罪的吗？或是加一？看一下、哦、啊，他进这把要不要拿出来加一？几级？好，我自己。他池罪最多多少个、啊？没、嗯、啊，时刻一把枪只能用一次，就是加一条池罪只能用一次而已。哦，那你给你磕，给你磕，帮我氪金，手机给你。是双氪了还是花的金卡？刻了一个双子出来，按另外把双子吗？没有，我自己刻，可以刻刻。啊，不行，另一个不刻。没有，他就是武器。哦，我懂你意思。武器一把武器只能十刻一次。哦。主要这个双子是刻了一个，这个双子是双子可以洗的，但是合。但你就你要拿另外一把也要有双子，好，等你武器共享暴力被暴击率，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共享暴狙击？对对对对对，可是攻的话你就不能双，你双持会很惨哦。对，技能会没办法用。对，等等等等等等，有人说刚地板上有个大盒吗？真假的？假的假的，差点就按下去准备了，你就进去了。然后你自己没有取消，然后你自己没取消，取消没取消，我都去取消，我没看到号码，等一下，等一下，有吗？哪里有啊？看到、啊，刚刚这边是有一把武器的、啊，我有掉一把，但被我拆掉了，不是大号码，你自己看还没有另外掉。我没有拆东西，看错了吗？啊、哦，这是那个啦，古龙啊。哦，有属性的吗？古龙山，哎、欸，腐蚀的耶，腐蚀的，啊，不用，这不用了，这个看错了就算了 ，Go， 啊，卡了一下，我觉得这次没有拿到什么好的技能。哎呦呦！哦，我是内哥吗？为什么我数字没有跳出来？哎呦！箱子赚钱的跟主动、哦欸，我在看箱子啊，有怪，怪在你旁边了，没办法。他跳出，他突然跳出来，刚刚马旁边没有的。还有，他还没结束啊。嘿嘿嘿，他刚刚不在的。还有还有、哦，有，偷看一下。哎呦呀！哎
啊，我觉得背弹之光不好用，他尽量不要。他也子弹很多嘞。我子弹就不缺嘞。他不是加子弹的，他是暴击、哦、加暴击20%。哦，那好。但你没暴击会多扣，等于是多扣一发。对，你子弹多的应该很适合。他没差啦。还有哦。我要怎么标记他、哦、？V 有了 ，V， 你其实丢出来他看得到的。嗯。你们那边，你那边，有，嗯，流过来，太打米了，太打米了，啊，宝还被崩，被崩，被崩啊！我突然一个扣哥魔，你刚刚说太打米还是他要打你了？太打米了、啊，哦，没有双关的，他打你，他打你了。先拿个警觉好了。惊觉！不要那个弹药专家，你要给几次？气死了！好烂哦、喔，我的都超烂的。我就不缺弹夹呗。真的是没有烂。记得有宝藏室是不是在旁边？嗯，对，前面。这里，这个逃了就这个了，另外两个烂，另外两个根本就没屁用，换弹时间至少20%，我就不会换弹。第三个是弹夹不高于30%的时候，身上伤害增加，啊，我就不会滴下去没。我觉得玩狗的话，打轮回一定要拿那个精绝再洗一次。哦，嗯。哎、欸，前面有一个哦，你们已经进宝藏室了，这边有个商人。我们在宝藏室了，等一下出来再点一下，外面有商人要提醒一下。哎呦，丧尸！痛好痛好痛好痛！在你背后啦，嘿嘿，精灵长空，零四啊，都没有很好哎、欸，哎、欸，允月你要不要拿这把？这把暴击有增伤哎，拿一把，啊，哎、欸，你刚换掉了，哎、欸，那个我没换啦、啊。你们俩长一样，谁知道？看一下暴击率，连续三次暴击后，暴击率增加。连续两次暴击之后，增加伤害，好像不错。等一下，我先选一下技能。周围有一位玩家也有惺惺相惜时，增加伤害跟受到伤害减少。嗯，有啊，我有惺惺相惜哦。伤害哦，我看看哦，护甲值或护盾值不为零时受到伤害减少，护盾值为零时受到伤害。哦，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强化弹壳，我把血量就不多，我没护盾我就死了。可以，嗯。上帝耶！哪儿啊？哦，玩在我这儿啊！然后火球幕后交易在工匠强化富有分发哦，在这可以大成功的东西哦，大成功的东西幕后交易啊，强化武器时有30%几率是武器额外加一。啊、哦，那好像不错哎、欸。阿基笑了一下。有人要弹药腰带吗？吸弹量翻倍。好，好像不错哎、欸。很好哎、欸，我缺。哇！我要我要我要。来给你。耶、yeah。火球。现在没有了。有没有增加弹药的回复方式？
哎、欸，你们有人有电的武器吗？没有哎、欸。No。我都无属性。No. 没有。啊，这个完全不会用到。换弹石有几率不消耗。哦，魔术弹夹。收起来。马上收起来。我完全就不会换弹夹。看到弹，收起来。弹。哦，这次的组合我组合好烂，我也很烂，我也好烂，好像我还我只有一个框架的武器而已。哎、欸，它标记的位置能不能取消啊？中箭，中箭哦，中箭是取消还它不是重标取消标记啊？哦，对，它有取消，有啊！等一下，为什么我没进去？干什么？我是直接跑太快了吧？哇！我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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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不起，干嘛？刚刚一团雷那个电球从哈健脑后方喷出来。还有，这叫灵光乍现。灵光反照，要死人！灵光反照。哎呦水啊，完全啊，电球的如律令呢，水啦、啊哦、就是用这个就用到毕业了，我强化它触发一次暴击之后清理啊，这个我没用，因为我暴击率太高，它根本跌不起来。嗯，每秒看看卷轴看有没有人要，那我拿。嗯，回光返照。我真皮质啊，一个木，一个悬崖的崖。子弹银行。呀，是哦。易爆。我是不是这样就不缺子弹了？对。对。你小心掉子弹，不是啊。不是。哎，火就好了。好了，现在可以找个工匠，我就可以当三叔了。三叔公，就有三个属性的，背公就有三个叔公了，三叔公啊！哦，电球好爽！哎呦，开心电球啊！隔壁有工匠啊！工匠在哪里？看到了，在这里。哇，你的电球看起来好爽、啊。对啊，超开心的，而且是如律令，所以他会一堆电球，一定打头。哎、欸，哦，我先强化一下。哦，不用瞄准，舒服，轻松。有人要时刻的可以讲一下。我换到在加二哎。时刻，我这好有时刻过吗？可以看得出来吗？你拿上去看，你看时刻就知道了。你点工匠看能不能时刻啊？可是他没有解锁、啊。我点是不用钱啊。哎、欸，你没有解锁吗？而已啊，还没。啊，那就是你没有解锁，你就说、啊。哦，这把时刻过了。好吧。哎、欸，等一下，对。我还差一把大河马。不找个手套什么之类的？这手套吗？对啊。嗯。手套，手套比较好啦，因为手套是没后坐力啊。彩虹也可以，但彩虹的话就会变成是距离比较短。嗯。
太远的会打不到，因为你双持没办法标记。要试试看吗？我刚刚拿到一个。啊？你要试试看吗？我这把接你。有的话，对吧？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现在双持的，我现在没有换。嗯。诶。你直接按那个啊，三，直接把它换掉就好了。哦哦哦。有了，干嘛？干嘛？有搞啊！远处有狙击手。先去打那个狙击手。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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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在后面。一枪，我被一枪破盾。Go！ 哇，好爽！但是那个一下下，对，有，好爽，那真好爽，那好爽，这个就不用没有下坠了，好爽啊！对，开心。哎，真的是没有我要的那两个技能哎、欸，不给就是不给。真的是完全不想给呢。嗯，射击命中后被花标记的敌人时，造成对其他两个标记敌人造成。敌人时说的，是被减伤害增加。哦，好啊。阿公将在很前面，对不对？阿公吗？我不知道啦。阿公是这一区的吧？我记得没有到很绝。阿公前面转角而已啊。前面转角吗？对啊。先左转、哦。那等我一下。到了、啊。我的我想要改看看这两把。我的主力令放在这哦，不要拆它哦，我会哭哦。啊，这把好像。啊，不会，这个不会有。还好我来捡东西，看到一坨金珀没捡到。还有，重要的东西。阿妈，帮我刺客手套。啊，等一下。先。等一下。什么东西？哦，好像不错哎。双子啦，磕到双子了。我、哦、是磕到双子吗？那双子要帮你洗吗？啊，你可以，你也是免费吗？对啊，双子也是免费、啊。太爽了吧！包子。啊，那你另外一把，另外一把已经是哦，另外一把已经是包子了。这么爽。嗯。哎、不。丢错了，耶、yeah! ！好，今天好帅，今天最帅了。手套是繁星的，繁星今天超帅，世界帅。那，哇，你河马加十二了、哦。对，而且他是我刚刚一开始拿金破去花钱，是说250共享加的那数字。嗯，哦。哦、oh ，怎么这么好？但是太爽了吧、嗯？怎么现在又没了？刚刚不是看到两个都变加十二吗？现在怎么只有加十二？你要双持的时候吗？还是啊？是好像还是刚另外一把的？他是那个金珀拿到的技能是在自己身上的哦、oh ，我看一下，四攻。哦，应该是双持啊，且两把武器共享最高。嗯，啊对，哇不错，很爽哎。哦，双倍的次数有50%几率使用该技啊，四攻各半，有人要吗？那个很雷，有人要改良弹夹吗？改良弹夹，改良弹夹是什么效果？捡到的子弹会直接补充到弹夹里面。哦，那个我不用，好像可以，我有了。
然后换失去弹药之后，下次换弹前移动速度加25%。对他那个手套只有直没有崩。哦，改良弹夹我有了，你有了？对，我有改良。老板退费。那我拿，虽然我没有弹夹。不拿白不拿。对，强化。阿旺可以强化吗？免费吗？还是强化不行？强化一工匠每个人用只能强化三次，我强化我自己的。哦，好了，没钱了。好了 ，Go。他们，你 DC 那时候不是有人玩？他们四个人全部都选工匠船，然后只帮一个人强化，不是吗？是强化到了100多。好扯哦！这超夸张！来，请他吃电球。哦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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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心，我来了。原来他血，我走了。原来他的血是不是？啊、我死了。他血是有点扣的很快。你是不是有点痛？我撑住了，杀了他，我就复活了。Yeah! 死了，好快啊！我的唯一耶，你的什么？你看，哦，好长。你的好长？什么东西？好长。什么好长？谢谢。他今天要这个啊？这是什么？追杀？哪个？看一下哪个？火球的双灵力耶！厄运不够啊！这个有人要吗？哎呦，那个好围的感觉、啊。我有这个，我已经有拿一个了，我可以再拿一个吗？不行了吧？大炮吗？已经就秀啊，不行，那个不用了，走了。对啊，厄运诅咒不要。啊，还是没有攻击就会射箭出去的。一般被标记的敌人花能受到伤害。安全气囊，可能跟你们谁要？我正在拿，我被他害死过两次，完蛋哎！这一百厄运诅咒，这好想拿但不敢拿吗？拿了啦，对，我陪在你旁边好不好？五十级，剩下五十级，你拿厄运诅咒再配安全气囊啊？等一下，等你们谁比较缺心魄？你们要不要这个？挖第三次哦，我有，这我有了。那云润啊，好拿。好了，厄运来，我会后悔。不会啦，是啦，不会啦，为什么会后悔呢？对啊。哎、欸，金铺没按。哎、欸，这三个都是手雷的，我就没在玩手雷啊。那我就差冷剑合一了，给我个冷剑合一就好了。给我一阵月勇，重刷一次精绝。他也是后面才解锁，是不是？就轮回都有机会，就是那个啊，前面每一关开始的那个香菇，这个灵幼时的，他有机会，就是深度觉醒精绝有机会可以再刷一次。哦。我立即获得2000块铜币耶！哎，我也有。哎呀，算是啊，早知道刚刚就拿那个贵气凌人的丢技能时会造成金钱的伤害，我8000块。我有铁匠传龙传人呢，铁匠传龙拿吗？就可以啊，可以啊，好用的东西。现在这个，我这三个都不适合，不买。好烂哦！再拿2000块，深度觉醒了，但是。但已经这一关了，还要拿深度觉醒吗？变化消失时对敌人造成一次性的伤害。可是其他技能也超废的。我刚才是从最烂里面选的、哦。好了好了，这个啦，你们在烟雾里面有减伤20%。哦，好呀哎。技能造成2倍伤害跟铁匠传的。好，铁匠传人啦、
完了！厄运诅咒啊，打一下就死了。逍遥，我不要他了，我不要他了，就丢掉了，不要了。谁的？赶紧把他拆掉吧。厄运诅咒。就。给你们个烟雾，打完了，打完了。铁匠啊，武器充起来。哦，他充武器不用钱啊？就是铁匠的全部都不用钱。哦。所以越早拿到越省啊。那我现在是不是？你帮我洗名科。我已经进来了。不是啊，还有那个阿旺啊。我也进来了，我想说，好啊，等一下，没关系啦，等一下回头帮你，没关系啦，啊，等一下嘛，啊，我是不是说没关系嘛，啊，等一下嘛，精英，我靠，他很想打我，他很想杀我，安全气囊又没，你安全气囊又没作用了吗？哎呦，你知道他很想杀我，对吧？不好意思，我现在没双持，有点废。哦，很痛，很痛，死了！有券，有券嘛？可是我已经加了那么多了。击败五个敌人之后，子弹会自动飞向敌人弱点，持续十秒。哇哦，不，还好，打王还好啊，比较没用。哦，打王还好。嗯，走啊，繁星，帮你洗那个。没有要。快，我不用填装。希望我急着不用。他现在灭卷是有上限哦。我两个要怎么打？我看一下，不能滋合啊，滋合会很惨。什么暴击率吗？还是什么？暴率其实差没有太多呢。那还有什么可以用？你怎么是拿这两个？刚拿的啊？怎么了？刚才换到的。算了，卖掉。我帮你十克吗？嗯。幸运钱。你好像除了暴击，你没别的、欸啊，目前呢、啊？对啊。哎、欸，等一下，包子我没办法用。哦、可是你像稳定性，哦不，大如律令啊，没差。对啊。而且换到我没差，散弹呢、欸？谢谢。阿旺，你看前面还没有，你是杀技啊？嗯。这边还有一些武器啊，你要不要看一下？没有哎、欸，光灵力就我刚丢的啊。那我们就去保养室看还有没有吧。哦。哎、欸，啊，这里上不去哦。哦，可以。走下面就好啦，为什么要走上面？不对耶。你电球我火球。你是电，你是光，哎呦喂、啊！你是哎呦喂呀！战事件！哇！太贵啦！喂、哎，这个到底？至少有一个人上去之后，这边才可以跳开是不是？对，最少要有一个人在上面。这里我从来没有跳成功过，真的、哦。啊！哎呀！哎！我上来了！你上来了，那我在前面看了。
腐化驱动，腐化快速支援，处于移动状态制造了周围的队友增加伤害。看有没有滑啊？时代银行，银行有了，意外过载啊！啊，哈记呀、啊！嗨嗨嗨！我二十个满了，这个发夺命。铁匠传人的缺点就是他秘卷只能带二十个。啊啊！可是其实基本上一关打完也差不多二十多一点点而已。倍数。而且其实身上会有一些没什么用得到的。次要技能的时候是这样，持续十二秒，使用次要技能。中烟审判武器攻击可以立刻哦，中烟审判这个好，立刻击败低于15%血量的人，屠杀。嗯，这个好。蛋死哦，魔术弹夹，你到底是要给我什么弹夹那么多啦？有呀，没人要吗？啊抽掉了、哦，抽83块啊！哈基啊！你没有拿那个啊？我来了，回来了，我再跳回来跳一次。你要再跳一次？我现在没办法拿出去给你，因为我上卷轴满了，它会掉出来。Walking，Walking，跳跳。哎、欸，这个掉下去！哎、啊、呀，卡住！十卷轴无法和强化秘卷共存。哦，你已经有强化的版本了，那云云你拿吧，他有了。Yeah. 哦、什么东西？又发动力？哦，每六次啊，造成换弹时会重置哦。这是什么？金币攻击，好哦。若触发不幸运一击时，不则不会消耗铜币。哎、欸，这我是不是可以拿、啊？我暴击率高。可以啊。哎呦，我看我的钱会不会变少？会变少就把它扔了。嗯。分类没改到是。好，那怎么上去？偷看箱子啊！哎、欸，靠杯，有怪哈！哦，不是我在改分类啊，白死一次，亏了。哎呦，痛！刚 fire rebound， OK。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回个盾，回个盾，痛痛痛！不行，我暴击率还不够高，还是会扣一点钱，扣一点钱。会扣。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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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很多灯笼鬼哦。前面那个箱子是什么、啊？花生命加护盾，还花钱。加护盾加血量、哦，加上限，花生命加那个啦，加上限。哦，越战越勇，终于哟哟，还有再差一阶就好，还差一阶，被击败的敌人。哦，好烂哦！太小，箱子。生命上限，护甲上限，增加护甲上限。应该拿一把绿色武器用弹道之盒，弹药。你可以找一把大盒嘛？好。哎、欸，可是如律令有差吗？我们要如律令啊！我用如律令变烂。哎、欸，如果用你用弹道之盒，然后拿如律令点右键，他不知道会。
啊，应该还是六发。对啊。弹夹哎，不是投射物资盒。嗯。电球。什么的电球？那个毛。长毛转转转的那个毛。哦，这其实也蛮好玩的。金破金破金破。金破会滚下去。对。走喽。Go。有没有商人啊？有没有密室啊？看起来是没有。有密室在前面。商人通常会，商人跟铁匠会显示在地图上。密室要打掉才会显示。啊！我被拉进去了，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前面有铁匠，哎呦，好多灯笼鬼啊！瞬间被我电完，电电电电电电，铁匠我来喽！铁匠，我说尾王是那只蛇，我就没办法打了，就只能靠你们了。密室哦，有密室哦，不要急着往前哦。好。前前前前前。怪啊！到几率撑的还不够。还会扣一点点钱，扣一点点钱，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会赚钱。对。先顶一下。哎呦！他击倒了。救了，救了。我好像踩到陷阱了，好痛。打全雷打，呜！河豚全雷打，好痛啊！太痛了吧？欸，这把是什么？哦，武器技能。啊，他没掉什么卷轴。哦，要毒弹呢，我换这个好。箱子在那边。箱子在这里。击败敌人后五秒内。移动速度加30%。哦，次要技能的冷却时间减一，火环周围造成火焰伤害，免疫减速效果受到陷阱伤害减半。这边测成200。捕食领域，哎，鸵鸟骑士啊，这三个都很香哎，怎么办？我不要，掷硬币啊。刚好进去也是可以。腐蚀脉冲。可以看自己的属性，例如暴击率那些多，现在多少吗？他好像没办法看详细数字。啊。有没有人要这个？极速追杀，对啊，不要，因为我已经满了，我不能拿了。我也有了，我拿走，我拿走。阿旺，哎，我是明哥，好啊，迪迦，迪迦，融合，谢谢。哎呦。要猜我的武器哦、喔，不会啊，猜很怕，我猜了，我要怎么猜你的武器啊？我不能猜，你是要洗啊？那个是我的哎、欸，融合我可以猜耶、欸。你说弹夹吗？对啊，弹夹之盒。耶、yeah ，
可不可以把这个球粘在队友身上啊？进遛狗啊！真遛狗？不是啊，狗在那边吧？不是我吧？你的角色是狗啊？你是狗狗啊？你是狗哎、欸！好。哦，今天在看那个烘焙王的时候，我看到你有哈基有出现在那个烘焙王里面哎、欸。啊，他不是，我就知道你们讲西瓜，他是写 H A G E E， 好，就这样子，真的真的，我晚点去木棉花找那个影片找给你看，我现在就是无聊看，我看，H A G E E 耶，哈气，好，真的，是有人留言的弹幕吗？还是不是，就在影片里面，卡通动漫里面，就是有你的英文名字，好，你是不是有自助工商？你说。哇靠！超扯的，我自己不知道公章，我去告他们。而且全部是大写，我没有骗，我晚点去找。哇，我死了！哦、你好远，你好，你自己不慌，你好慌啊啊啊！哇，等一下前面有伤人吗？第几关了、啊？走，我走一下，走比较快。啊！失去前面有伤人吗？又是蛋姐越战越勇哦，终于来了吗？我看一下有没有伤人啊？没有，好像刚刚没看到，好像没有印象。No， 我啊，哇，哎，这里有一把铁骑，少一个精绝，好算了。对，尴尬。啊，我应该要先拿金爵再往前走。冲！子弹无限真的很爽哎、欸！真的。哎、欸，为什么又扣了？哎、欸，又扣了！你没有打到啊！你要打到人才会回。你要打破罐子那些东西也可以。妙手空空。哦，那是妙手空空。嗯。哦，对耶。旁边铁匠哎。吸嘞，吸呀、啊！我的铁匠啊，不对，哇，是那个期货商，那个是特殊的。啊！我不知道特殊的能不能复活啊？用金破复活吗？不知道啊。我知道我开了两头怪。哦，一靠近就旁边出现两头。对。有吗？子弹前30%哦哦啊！这个哈基，你拿这个，这个强化的给你。我拿一般的，拿这个。先生多人强化。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强化前30%的，他不是前第一发，是前30%的子弹伤害增加60%。哇哇！繁星鸟标志。换到，来了。阿纪，这哎，这绝影之躯是你掉出来的？哦，我先那个升级上升上去了。哦，强化了。那反正你拿吧，我不你。哎，繁星，喂，这把侵入，它最后一个词缀触发暴击时会产生一枚飞弹攻击最近的敌人。
哦，你叫我换这一把吗？哦，清晰无处。他好淡哎、欸。没有。你可以拿那把清晰啊。那个清晰。那我还要换到吗？看看你啊。嗯。看你开心啊。我开心的话就是换到在。换到在这里啊，这边哦，单刀说加29%哎、欸，我来了，是吧？啊，你刚好配那把清晰，你可以打三啊，不对，你要拿换到的话，好像就不是那个了，对啊，就不是三属性了。没事啊，这样你也可以洗那个啊，共用元素。啊，商人在铁匠在前面呢、欸，不要再回来啊，先救人啊。好，前面有商店的吗？怕回不来啦、啊哦！对，还有那个，对，不够、哦。他的看别人的视野一样晕啊、哦。对。隐约可以先开个别的游戏，不然你等下复活，然后隐约说：“你先等下，我先吐一下。哦”我靠！哎呦！有了，我在后面，我在，不要爬，不要爬，不要，不要，不要爬！他把我打飞了，谢了。打掉。谁？火的手术刀哎、欸。嗯？宝箱。金质奖章啊，腐化碎片哎、欸，我要丢卷走了。啊、他竟然可以拿吧？你是拿什么？隔壁暴击。哦，冲刺技能死了，这个 OK。我靠！哎、欸，那是商人吗？他是啊，对对对对对，是商人。音乐可以回来了，可以玩了。你好。哦，把这头打完吗？还是你要现在出来？都行啊，都行的。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哎呀！啊！阿旺，不是啊，我旁边一堆灯笼鬼啊，妖兽啊！这个直接炸开，我也没有办法、啊。哎呦哎呦，旁边。有大炮，有大炮！不要再叫灯笼鬼了，烦死了！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啊，你现在妖凶！嘿嘿，金爵，好哦，这次真的是有够烂！哎呀，都没有妖的技能，真的气死了！弹夹容量增加。嗯，还好。
前面的宝藏室我去晃一下哈，等我一下。好。嗯。腐蚀支配终于有了。终于。恭喜哟。啊，你们路上的罐子记得都罐子啊箱子桶子都打一打吧。反正会有一些金货就多打了。每降低一趴生命增加一点。每降低一趴生命增加 0.5% 的暴击。那我现在是剩下一滴血不就可以增加很多。对。哦，原来安全技能要这样用的、啊。哦。我拿完了，可以够了。可以够了。阿基按。阿基按。我过去。我现在在门口，要走过去好远。哇，你变机器人欸？还是我变机器人？机器人。我声音吗？哎、欸，我听说很多电子音的碎哦，就是你的、你的出问题了。我不开，对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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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电哦，太对了。太电了吧？哇，活化驱动，辟邪剑法。哎、欸，等一下，你就是还有东西可以看。没事没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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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蛇，你废物了，蛇哎、欸，没用了。对，我现在是废物了，我直接变废物。哇，如律令不会锁蛇。哇，哇，变废物喽！看一下，每隔十秒必定暴击。子弹首次分。我赌看看这个，欸、你帮我共享属性。等一下，等一下，好吧。哇，那个？这两个、啊？嗯，一个定一个火啊，想说试试看。欸、你这两个都可以十克、欸，哎，要十吗？好啊，都刚捡到的啊。对敌人造成一拳到哦，雷电狂热，我有雷电的那个手套。可是我不会，我没有免疫雷电。哇！雷电，你感电就是被打很痛啊！你这边，这边，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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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需要狂热。哦啊！我没有狂热啊。哦耶！技能伤害增加一点。加这个萤火算了，反正如日令打不到了。啊，不行啊！这把火的。这样属性吃不到、哦，然后刺激的，嗯，上面三个强红红的，这是强化版，火点，哇，17000块，哦，哎，你们商店的武器有腐蚀的吗？我也买不出来，我现在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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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突然想到没差，反正我买嘛，嗯，哪个这个腐蚀，哦这不错哎，这款的网络需要很好吗？应该不用啊，不用啊，是。感觉台南那边是不是今天网络怪怪的？你们不是杰克刚刚连线问题，刚我们这边啥？那个是死定的啊！哦，那是死定的问题。哦、好了，死定的问题。好了 ，Go！ 可以看一下。臭蛇，射蛇，鸟老。哎，哦。哎，直接死去了，饿死 bro！ 完了，我要重新累积了那个双死的，完了！啊！哎呦！啊！来了来了！啊、
阿纪直接啊、等一下可能要要直接复活了、哦，因为来不及救的话。好。好痛哦。哦。太痛了吧！啊，怎么这边音乐这么大声？怎么回事？跳、啊、跳要跳啊！我在打小怪。我复活了，我复活了！哎呦。哎呦！口水，口水，口水！好痛，好痛，好痛，好痛！我看我，我倒了，我不能再复活了。哎，来来，我们救到，我们救到。没有，没有，没有，我倒了。哇！啊！我自己复活。嗯。还差一点点了。啊！好近，又复活了。啊，剩一点，剩一点，啊，没了，啊，石头，啊，剩繁星了，剩繁星高啊，我，阿旺你可以，我相信你可以，不要闹，可以，真的，阿旺要相信，可以了，剩没多少血而已，伤后可以，你伤也可以的，活了，耶，对，五天同庆，耶。哎、欸，幸运值机遇真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欸，合理幸运是什么？哎、欸，我昨天有拿到哎、欸，我第一次看到哎、欸，暴击几率增加88%，但是暴击率无法超过啊？什么意思？我也不懂意思，不是暴击率100%就很高了，就百爆了吗？反正他就直接增加80%。什么东西就要刮第三次啊？好，哦，我的卷轴也满了。我发现铁匠好像很容易满卷轴呢。对啊，他其实大概到第三关就会开始差不多满了啊。现在就是你把一些不要的丢掉一样，或者你觉得没用就好。中原审判金币，啊，金币攻击不要了。可是他增加暴击率。不对，我现在暴击加80%，那个应该没差了。火球的极光哦，水源枪法。嗯，好了，就这样。对啊。我要用这个吗？钱呢？反正我现在没钱，好了，没差了。嗯哼。你没钱这样子，他还会加成吗？但是看一下、喔、还可以拿哦、喔、耶、不行、欸、没有回应你他冷死了他已经冰块了完了上一关应该不应该拿的哇死了怎么变冰块、欸、你不点个萤火吗月啊我一直扣啊哦你也是安全气囊对啊、嗯，这蛇好狠，好，哎呦！嗯、欸，对，我现在其实不用用共用元素了，因为我的如玉令。如韵会生电球，然后我暴击会生毒烟，那我只要用火的武器就好了呢。完了，我没办法消耗生命来开箱子了。你把，你先拿掉，先丢掉啊！你刚刚去借那个啊，那个异能之躯，哎、欸，不就是异能之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血肉。借我回个血，刷新，增加名科，繁星繁星，前面有那个、哦，嗯，有怪，我知道，强暴，哎、欸，鬼来了，鬼来了，两位，对，东西，对，他们还没换出来，等一下，血肉长什么样子？血，绿的，绿的，一个加，一个盾牌，一个加。一个盾牌一个加，绿绿的一个盾牌一个加，
蓝绿色。好的，找到了。前面有那个宝藏室哦。好。好。嗯。一直电，一直刷。哦，我卡住了，这是哪里？我卡在奇怪的地方。卡在奇怪的地方？哪里啊？你怎么跳出来了？哦哦，跳出来了，我跳出来了。哦，你怎么进去的？我不知道，我刚刚又滑就滑进去了。阿基斯也这样说过。哎呦！哦呦！哪一个？哪一个才是真身？看不出来。不知道，就打其中一个。随便打，随便打，随便电，随便电，随便电。他盾也太厚了。后面又来一群了。哎呦，死了！掉掉掉掉掉！开枪！毒球。啊！技能伤害增加120。哦。哎呦，清晰。好、哦。非元素类的武器射击时有20%继续造成一次额外的爆炸伤害，碎啦！那个就是大河马专用。哇，人剑合一就是拿不到哎、欸，就缺一个人剑合一，我就不用担心护甲的问题了。没有就是不給我，就是没有，你被毒心了，魔物猎人。魔物猎人。真的刚拿那个过气灵人，我有13000了。哦，而且我的技能其实有5颗，可以丢5次。哦。好、哦、哎呦哎呦回回溯这伤害很爽，真的，开心。你只要遇到那种不朽，其实我很爽，因为有时候伤害扩散的，他就打在身上，附近就狂电。哦，就是一个扩散的。对。哎呦，我撞飞了，剩7滴血。刚才被撞了一下，护甲直接少一半。像哎、欸、，U 宝，没有优酷，开店开店开店，开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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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创业创业，龙八龙八龙八，
耶，打完了，怎么有铁匠哦？先拿个金爵，加金爵只能拿一个。好剑伤害，烂透了！烟雾大师干嘛？法拉持续时间加一秒，谢老烂死了。定点。哎呀，我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人天人人剑合一啊！人剑合一，他不给你就是不给你。我是从第一关到最后一关都看不到他。哦，你不是只差一哦？他只要一啊，人剑合一只要一就过啦，对啊。人剑合一只要 一等就是可以了，可是他一等都不给我啊。没有，就是没有。不给就是不给。呱呱。哎，又有飞碟咯，飞碟我来。哦，啊，飞碟爆了，好快！我们就没什么在瞄哎，反正如绿就自己飞。我去买东西。礼盒，我给你钱啦、啊。什么回光返照？坑哦！背水之战。好，我满的，我不要，有人要吗？不要。哎、欸，我们是不是没有人有诅咒卷走啊 ？No, no, no。对对对，这个是我用的。看没差，反正看有没有人要。这样还好。这个。一神一神没屁用啊！他没诅咒卷走，但是还是有那个啦。有加，对对对对，幸运值加15%。哎、欸，火属性的彩虹有尿吗？嗯 ，no。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好。阿旺康这一把，有吗？哦，好像不错哎、欸。全吃哎、欸，可以，全都吃。你再找一个，但我要去洗那个。对啊，你找一下。拔了，拔了，拔了。没差，反正现在没差。对啊。我现在其实如律令不用洗双子，也是三属性的。哎呦！七成的，有七成的。没了没了，他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有飞碟有飞碟。他不见了他不见了。这个不见了不见了。数字多到有点掉帧。哎呦！哎，铁匠，铁匠。哎，其实我不会换武器，我应该要拿狙击才对，让他共用暴击倍率。好，帮你打。嗯。嗯。我发现蚊子。嗯，完。完蛋了。打他。完蛋了。上班了，睡觉了。大亨吗？打他。Tommy。Tommy该做事了。要知道那个关关吗？要死的关关。就什么超挑的。最挑，舔两口。艾露之前也是很烦。有门哦、喔欸。
异能之躯哎，腐化驱动异能之躯，好像很赞，我听到很香的声音。可是腐化驱动我有了，你异能之躯，那你还有安全气囊？你这样就是安全气囊失效啊。对啊，我就把安全气囊丢掉就好了。嗯。耶、yeah, ！我这样就200滴了。血肉配那个不行，那个东西会被吃回滴血。会。哦，会。有人要野蛮全套吗？在外面的地上。哎呦，在里面打架了。等一下。好，瞬移耶。看一下会不会痛。哦。哦，可算了。麻烦，拿如玉印比较实际。我只好手动放箭了。啊，这游戏人要自动瞄哦。游戏人要自己瞄哦。没办法，他不给我技能，我马上没话刀。不给啊。我正在出原地，然后入口这边射超远，跳成就。成就什么成就啊？对，什么远程攻击什么的，我看一下。哎呦 ，Steam 的成就。宝箱在哪里？哎、欸，凌空打击，无中生有哎、欸，他自己拿吧。无中生有，我的卷轴已经满了。佩弹之光啊，这个看你们有没有人要。不是，我这次我就不缺子弹了哦。阿弟吧，阿弟不是狂冲，你冲啊！不是，我三个了。那我这样跑几率应该是，是不是有过吧？好啊，我前面不小心把那个丢掉了，加暴击的那个。这火焰之环是谁的？我有了，我有了。然后呢？我不小心丢掉了。是什么？嗯，无情连击，野蛮拳。哦，血肉配异能，必要。所以秒最多可以是哦，这好像不错哎。看一下哦，最终审判，换弹时增加，随人枪法，嗯，这个。什么功能呢、啊？文字要穿云箭吗？我要文字。那、我要打文字。你这远程，你可以很远射，你要不要穿云箭？好。那肯定要放大镜。哎、欸，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来了，来了，来了。我找一把狙击枪，现在还在找。还没找到，就跟我找不到我的技能一样的意思。远程打击，累计击败1000个30米外的敌人。哦、oh ，破釜沉舟。哎、欸，我现在是几个圈子？啊，有。我找不到我的技能，就这样吧。没有，没有狙。我有，我有。我来看一下。只有弓箭哪没有狙击？被暴击倍率有超过4以上吗？暴击倍率，暴击倍率刚好4算吗？3.9，你要不要？我手上是4的哦。没有没有
暴击倍率买下来。嗯，然后哎呦、啊，这边有一把四的，哎、欸，它是火属性，暴击倍率乘以点四。然后不用不用，我手上的是四。重铸一下。哎，不是，洗到了两次，但都按掉了。卢恩回一场要到一小时一百分钟哦，哇，差不多哎，好久、哦。好了，对，那是打对啊，其实轮回打加那个啊雪山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们那一天打轮回三，就是打到第三关结束，也打两个小时。对啊，那、哦、两个人啊，两个人一直死。不要打我啦！哦，打罐罐，上面的上面的打罐罐爆了，罐罐不见了，罐罐爆了。有让我想到那天我看那个人的 po 文，从去年吧，嗯，他家的狗叫哈哈，然后被车撞死的。他说哈哈被狗被车撞了。我觉得、欸，我觉得很过分。哦、可是他那个聊天、啊、聊天的 po 文全都是，哈哈，好可怜哦。哦，我好可怜哦，好难过、哦，哈哈。开扁喽，好快啊、哦！死了，好没有职业、啊。你们好狠哦！你好狠哦，你们。你们太狠 了, 好了，哈哈，你们好扯、哦，哈哈，哈哈倒了，蛇蛇都比你强，哎、欸，真的是蛇蛇比较强，蛇蛇还躲起来，不会躲，对啊，没有伤害，嘿，看看看看那个几千、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亿伤害，哇哇哇哇，你好扯啊！扯哦，你们好扯！最高伤哎、欸，哇，加三十，加三十，哎，那个加三十，那个真的很屌哎、欸，那个共用加三十啊，对啊，很屌，超屌的，真的好扯，而且再加上那个手套，它是会扩散那个三米内，嗯，就是直接把五十扩散出去，所以这个伤害打一般的也很爽。哦、oh. ，你没有双子那把只剩下假死，超烂，真的超烂的。像你没僵死，僵死我刚刚有几只小怪冲过来，我是被刮痧，你知道吗？没怪哦，我是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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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脆一顿你们在挑东西，旁边有两三只小怪过来，快来了，快来了，然后你们垫半天垫不死。哇，很会救鸭王。哇。倒两次而已，好屌、喔！我一直在躲啊，啊没有我因为我有拿到那个火焰狂热跟火焰碎片，然后因为猫的关系，就打元素一直在回血，不太会倒。双、哦、倍可以回收。你们天赋那个金魄的先点一点吧。金魄，你是说记忆、欸、还是哪边？探索。最左边吧、欸，现在没有了、喔。欸、对他没有哎、欸。哦，对，现在没有了，因为之前有。啊，最左边、就是，反正最左边就是赚钱那些东西的啦。对 对, 對。哦。嗯。啊，没事、啊，反正这些迟早都会满的。哇，哎、欸、那，他不知道、欸，你们看头像，你们有没有解锁什么、啊？现在头像有一堆微博，我还是没有哎、欸，我是有解锁，只有狗狗的。你点右上角的那个等级那边可以换，如果你有别的话，没有，没什么新的头像。右上角点狗狗。点那个等级，啊等级、嗯，哦，多了不少，都是锁着的吗？对，都锁着的吧？对啊，啊阿旺有解锁到那个啦，火力全开，狗，对啊，就狗狗的，
错。哦，升级后啊，我没有那个、哦，超过300秒，就是五分钟啊，应该是中间过场有换掉还是什么？对，过场换掉了。嗯，你当时怎么解的、啊？五分钟哎、欸，就是没有，就一直那个、啊、对，一直开枪、啊、开着就好了。哦對啊、那不用打到怪、欸，就是我刚当你在等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按着就好了。完，那刚好。不然就是拿那个未命中会回复，一直用就好了。十二点了，来，十二点了，休息喽，休息喽，休，休息休息。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枪火中很尴尬的是连线不好啊。好了，感谢。如果明天没有打魔物的话，应该也是玩那个吧。先随听。好，是这样，感谢各位，明天见啦，拜拜。拜拜。